越南的特色小吃，南北越的做法有些差异，通常是包入肉跟大量生菜的沙拉卷，口味清爽又低卡，超级适合夏天。中嘉宽屏北建的 YouTube 活力节目就要带大家来品尝桃园4家不同的越式生春卷，看哪一间比较好吃。 超大一份，它本身的春卷做得很长，所以它的虾子跟肉是分开来的，你没办法一口吃到虾跟肉。好，那我们来吃吃看。我想要吃虾子。这家有加九层塔，好特别哦。吃起来有种很健康的感觉。我觉得好适合夏天吃哦，超不腻的，很解暑，然后又吃得饱的。因为它里面有米线，所以其实吃得饱的。肉我沾吃，我觉得有点太硬，太干。但是它里面是偏干。 我觉得虾子不错，但是肉的话就是有点太干太硬，虽然是厚的啦，但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切这么厚，所以嚼的时候觉得有点辛苦。第二家的口感比较湿润，生菜比较多，但也相对的很大颗，酱汁的调味也辣很多，让金针跟金鱼咬得很辛苦。他们家给的这个酱料啊，是还有另外夹一点那个萝卜什么的，算是还蛮丰富的，菜超大 Q， 它的米线其实反而量给的不多，都是菜，里面还有小黄瓜。 哦，这家的酱好辣哦，很辣吗？它虽然里面都是看起来是萝卜，但好辣。其他家可能辣椒是一点点，然后混在酱汁里面，但这家的辣是真的蛮辣。那我觉得这家跟第一家比起来，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它湿润很多，可能是因为生菜的关系。对，它的肉吧，所以它吃起来我觉得算是比较湿润，只是它真的是有点难以一口直接进去，就是它就算切小段一点，还是一样很大口，因为难塞进去。但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啦，还蛮好吃的。 接下来这间的生春卷把生菜切细，导致看上去氧化严重，影响了外观。酱汁也有别其他店选用了泰式酱，不过整体调味更清爽又清香。品越小吃，基本上看到超过一半的比例全部都是生菜，但这一家超过一半的比例全部都是米线，而且它的生菜很明显的那个卖相就很不好，对，比较黄一点。哇，那米线量超级多，它的酱汁感觉就是比较。 单纯，它的菜会看起来比较偏黄一点，然后没有那么新鲜，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菜切得比较细，接触空气面积大，因为其他的都是那个一片直接放进去，对对对，但好处就是它比较容易放进去嘴巴里面咀嚼。我觉得它的酱有一个柠檬香，我觉得这一家它的酱是泰式酱，就是那个我们沾月亮虾饼的那个酱，然后我觉得这一家它的酱，因为加了柠檬，所以吃起来整个是更清香一点的感觉，然后它的生菜就是因为切得比较细碎，所以你在咀嚼的时候会比较好咬。 最后这间是4间店里最小份的生春卷，乍看还以为是日式小点心，扑鼻而来的浓郁九层塔味，让金针跟金鱼一度怀疑人生。这间我觉得它长相非常疗愈，很可爱。对啊，它好像那个日本料理季的手卷。这个春卷的话，就是如果你有强迫症，你看到它的长相，你会觉得它还蛮疗愈，还蛮可爱的。对，它很像穿了紧身衣的春卷，它也算是我们4家买起来最小的一家，就是比较细一点。 九层塔味道超重，这家我觉得它所有的料比例都还蛮平均的，就是米线有，菜也有，还有小黄瓜、虾子也不会说让你觉得没有口感，也是厚实的。但我觉得这家皮有点太厚了，它皮存在感有点太重，皮有点难咬。所以其实差异是在九层塔，九层塔味道还蛮重要的。 甜甜美食总有种独特的魅力，让人心情愉悦，又能满足味蕾。中嘉宽屏北建将会持续透过活泼有趣的影片，带领观众一起探索桃园。记者赖武一桃园报道。